这是五块啦。抓好。嗯，他不懂，他这样就可以了，就高兴了就行了啦。还要怎么做嘛？不想睡觉了，糟糕。在火车上就睡啊。来。哎呦！妈，妈今天花了钱了。然后叫那个弟弟来做。弟弟来一起做，反正都在转呢。哥哥一起做，刚刚投进去。来，哥哥一起做。说我们刚投进去，要吗？有三台，快来快来，不然还是个家乐福换。我们第一次给他投币，他还小，从来没投币过，就假装坐一坐。好棒啊！他不懂了，今晚你看他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在动？从来都不动。妈妈可以上去坐吗？在这里。你把他吓着了，早知道不要投币，你看他吓着。脚脚是这样吗？看看。Hello， 爸爸，坐好哦，小心哦。爸爸，不要给人家压坏了，90公斤呢，不行，哎，差不多了，我70，他20。妈妈，你要不要换台？要不要换车这一台？哟，哈哈，一坐过来停了，磨了，磨了，结束了，磨，拍张照，磨，20块就这样没有了。